现在要当孝子，就是上新闻就是孝子。I have a pen. I have an apple. Abu Ben. 你有看过阿波贝吗？有。有啊，那你会不会跳？是在那边。你会不会跳阿波贝？是在那边跳。在哪里跳？你家？是在那边跳。在家里跳阿波贝哦。是在那边跳。是这样，我刚刚没有听懂啊。等一下哦，在学校。妈妈，你要我，妈妈，你要给我。好，我要两颗。不是，我要这个，我要两个铃铛，还有脚。用脚拍。他在用脚，生日快乐。啊，怎么是臭脚丫？哎，一德德还有很多还没吃完呢。你看人家小乖很厉害，对不对？